吃饭。今天我们吃这个是我嫂子炒的菜啊，宰了个鸭，吃个鸭腿，还有这个黄瓜皮。老厨放好放多了。味道好。黄瓜皮，爽脆，黄瓜皮很清香。糯米水。脆来了啊，这个吃了好好些天了啊，还挺耐吃的，馋了就拿出来吃两颗。这哪个？这个吃起来酥酥脆脆的，很香。
一口一个脆，一口一个香。这个拍两罐更划算，拍两罐优惠10块啊。用纸擦，能吃辣啊，可以去看一下，都是用的小米辣，中辣以上的辣度。看一下你，好香哦！有喜欢的视频，让我看看，拜拜。